李世飞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苏丹的赵之豪，我也是第十六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的总冠军。可能是因为我当时是一名中文系的学生，当然要来到中国。然后第二个也是我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我要见到迪丽热巴，我的女神。见她一面想干嘛？亲抱抱举高高，就应该是都说不出中文了，应该那个时候。迪丽热巴，如果看了这个视频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你觉得迪丽热巴会不会就是愿意做女朋友？长得这么帅，肯定愿意的。中文这么好，而且是总冠军。你就是有学过什么中文歌吗？100万的可能。一瞬间有100万的可能。哦，就我一般都是通过看中国电视剧的方式来学习中文的。最喜欢的是那个《延禧攻略》。我特别喜欢高贵妃。嗯，这我没看。哦，还真的有啊、哎！真的有啊！我本来是这个颜色的，但是现在你看就变成这个了。梨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